就巨魔的啊，巨魔的力战金丝啊。哦，中间地带可以开啊，我还没升，所以只能靠你了，不然就是你要帮我升。我帮你升什么？升中间地带啊！我现在你是在开车吗？什么鬼？找我升金狮子？呜！我不要，我帮你配另外一个灭尽大剑的好，这样就不用磨刀了。好哦。哦，好烦躁哦！每次只要断线，我记录档都要重新拉那个时间，很烦。就现在是一分，已经直播一个小时半了嘛？那还有其他三个小时半的时间要怎么拿捏？很烦。它不是可以累加吗？它是可以累加，我是说记录档分段啊。就可能这一个小时半是分两段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分六段这样子。谢谢你们回来，呜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刚开台，好想哭哦。好啦，帮我去大便好了啦。去吧，去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繁星的实况台，繁星要去大便了。最近开台大便的频率有点高，以后就我们每次开台前十分钟，台主都去大便好了。不是啊，因为这魔物一宕机，画面会突然卡很久，突然卡了一下之后，就是整个 OBS 就坏掉了，所以比较麻烦是这个啦，而且又有在开台。还好是他这个是可以累积的，就是你直播一分钟就累积一分钟，不像 NONO， 如果你直播像刚刚直播一小时又三十分钟断掉的话，你那三十分钟是不算的。委托，我要委托什么啊？忍耐种子从2000多个种到5000多个了。太多了吧，我不知道种什么，种太多又要卖掉，很烦啊。等一下哦，不然来种那个好了。洛阳草的花，不幸欢安郭佑福安安莉莉安安。我只是玩个 Switch 或什么东西，没有啦，我玩它就很机车啊，玩一玩会给我自己断线啊。啊，种个大小果实，打消打起来。开记录。我没有玩别的游戏哦，看一下还有谁没打到。Tina 安安、周莹莹、安安、张丽莹哦，打过了。这位日文 ID 的安安，是周奇洛吗？哦，不是，哦，好，台主要去蹲厕所了。为毛我又不能用粉专留言了？可恶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的巧巧嘞，巧巧在忙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游戏名、滤镜属性、PC 魔物之台。主去大号，靠呀！完成魔物猎人世界 dash 大便，大补丁大补大，
来了，好，拉完屎的回来了，没有步步贴图等我啦。昨天剪影片剪到忘记要调尺寸了，我想说看看可不可以一次传。他好像说一次可以传，看一下啊、喔。编辑贴图，他说最少三张，最多16张贴图。我在想说。所以我可以，它应该是16组贴图吧。所以我在想，就一次看可不可以把之前用过的贴图拿去传一传。哎，这个这方面再等我一下哈。好了，你在打啥？我在帮你测这样伤害好不好看啊？哦，大剑吗？对啊。我就贴了2套给你。套是真的很痛的，套是灭尽的。好，灭尽那个你不想要耳塞的话，你再自己拔掉。我当然要耳塞啊。第二个是灭尽吗？对啊，啊第一个是那个流斩的，超痛，一下2000的那一种。啊灭尽一下大概1000，不一定啊，看魔物，1000到1400附近。嗯。就争取啦，3段争取。哦，所以你才擦研磨。对啊。哦，那要快速磨刀。那还好啊。所以你现在都用哪一个啊？流斩吧。啊，我比较喜欢流斩啊。更变装备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敲到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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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降之护士哦，哦，所以你第一套没有耳塞，没有，自己装，自己装还是撞？撞，哦，肩撞可以挡口罩，那我要练呢，我很少在用肩撞，
惯就好了，那个一开始一定会不好，后面就习惯。这个之后穿帝王伽马，应该有啊。伽马、欸，不可能没有吧？哎呦喂！金大马。相亲，啊，请坐。刘展，克制强化。刘展，刘展，斩龙大剑，不是哎、欸。刘展，刘展，刘，好知道了。啊，克制嘞？我看一下，我克制克什么？谢生良安安，鱼安安，一个彗星，一个回血。零件强化一律攻击。一个彗星，一个彗星。扩充。一律攻击是不是？哎 ，Happy 全部克攻击。那最后一个，刘展龙，龙脉侵蚀的狂骨，好，记录一下，先存一下，更变装备。刘展。大剑，扫克制，一，镶嵌饰品，不是现在镶嵌饰品可以用那个吗？统一解除吗？对啊，这有好有坏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不喜欢用，我还是一个一个宅。因为那时候用了一下，我发现我笛子上面原本插的柱子都不见了。对，没错。也是觉得很痛痛。痛死了。然后一个一个找又好烦。没错。素纳攻击。不然就是装备都要存一存啊。我还是觉得就乖乖的一个一个拆吧。超新通缉体。干没痛击体力啦，那就换超新体力啊！啊，都没嘞，都没就不要体力啊，就直接塞一颗超新。有拔刀体力啦，用不到拔刀啊，因为你应该靠彗星。有超心治愈跟痛击治愈啊，选哪一个？痛击治愈。你是缺超心还是缺痛击啊？你缺哪一个、啊？超心。
攻击。你有两个痛击体力哦。是的。其实我有三颗啦，我只是刚好只需要两颗。技能。弱点特效。研磨，研磨叫什么？就研磨吗？就研磨啊，研磨族。准备化咒龙凤威和强化，我怎么没看到？那就是没打到喽。怎么可能？没有啦，炎魔蛛的那个名称叫什么？是炎魔啊。嗯，第几页啊？我看一下，一等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炎魔的名称。我直接用技能名称找。看一下，找技能。我找不到。哦，技能。哦，底石使用高速化是不是？哦，那应该是哦。使用高速化，它叫炎魔蛛啊，它的名称叫底石使用高速化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。难怪找不到。攻击，缩短挑战，好的，更变装备。然后有个巨魔用的。对。巨魔用的就给你自己去。逆上。逆境。地质。更换装备，流斩地质，好了，来吧，将军安安。地战金狮子啊。好啊。啊？哦。啊？我开哈。只能你开了，不然就是要帮我练的。也可以啊，你看要不要拉？林子龙教主拜拜啊，要睡觉了，拜拜。还好啊，你开了，我解锁我那边。哦，也是哈。对啊，不然变装备。好啦。来了，逆境猪这么少、啊？逆境猪、啊，一等啊？一等逆境啊，有点少。什么？什么一等逆境有点少？逆境只能一等不是吗？逆境猪啦、啊。你的逆境猪有点少。哇、啊，怎么少？才五颗。你不是说那个一颗就够了？多一颗就够了。我只是很讶异，我怎么打到这么少？你都用掉了吧？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被我不需要。
世界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。啊，我名称没改，大便回来再大便。你就挂一整天在大便。那今天节操跟奈斯怎么没有出现？不知道，节操6点半的时候还有出现，然后准备开台的时候就跑到下面行政区了。好了，昨天我穿我们的队服去帮他们打，被嫌弃，很可怜啦。颜色太亮。你们说这是什么战队的服装欸？战队队服。没有加入这个彩色战队，不能打名次龙，给我滚！对耶，等到之后16个人，我们就全部都穿这样子。我看动作不统一了，我比较快一点点。我看是统一的、欸。可恶！怎么办？你是金狮子哎、欸。再先杀。牙兽种。白痴，那个道具按太快，然后整个人物突然不动，想吓到怎么了？又要宕机了吗？又要宕了。使用餐券，用餐。我也要拿虫棍，我也不想吃。我还没换兵的，你是用打击还是切断啊？我打击。好。他不是不能断尾吗？切断有用吗？嗯，没关系啊，用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用打击啊，我回去换，更变装备。会直播到几点？今天应该可以到12点了，状况还 OK， 还有3个小时。哎、欸，在下面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好像走错了，我跑到下面来好啦，可开。
看你白色在哪里呀、啊？西夏。白色在手，我们现在找不到他的橘色。橘色，他手啊，他脸跟手、欸。那白色是尾巴喽。红色不是头吗？我现在是狂吸红跟橘呢。我现在是狂吸红跟白啊。你说尾巴哦。对啊。你骗我，尾巴也是橘啊！可是我吸尾巴白色呢。白色，你最近哦，找到了，你完蛋了。卡称哪尾巴？他的屁股啦，不是尾巴啦。是啊，我现在找不到橘色啊。等一下，它尾巴，尾巴那个点，尾巴最末端，是是尾巴最末端，或者它的脚跟。太难了吧！哦，脚跟，脚跟的话就可以。有了，有了，脚跟。哦、好恐怖哦！原来我的血量没有到最大值，没有嗑迷药哦。有点狼大家，哎、欸，跟脑肿雷了。超爽！感谢黑月再挂，干！给我白色，你是狂吸橘色上洗，我是脚跟终结者，狂打脚跟哎、欸、啊！抓着！啊！哎、我他还要选地方？他会啊！我滚走了。没事。都怕死不了。不知道这是补装啊，不是那个啦，坦装啊。你要相信你。我相信啊。这个叫声雷狼龙啊！怎么在我旁边啊？缺石头，笑一下。哎呦，狗狗星星大冒险有没有看过？詹姆斯跟小庞，你有看过？有。我想要狗狗星星大冒险是什么？那是詹姆斯。
现在他们在上演啊。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干你娘！对不起，我骂脏话，我很抱歉，我发自了内心，讲了自己心中的真心话。我是一个在实况台上不掩饰的男人，你应该很硬吧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好吧，我看应该也不用救你了。对了，可以闪过。可以啊，这个还是我也不知道，很难讲哦。运气好还是真的是真的是运气好啊？就狂按，有时候闪得过，有时候闪。对啊。感觉我们没什么在输出过、啊，虽然我们。我看一下哦，打得很慢的感觉。不会啊，一半血了。贝贝安，死虫或死龙，胖小胖，小胖不要，小胖这边，小胖买菜，小胖中 HTT， 撞错。